上口罩，别的地方看不到，耳环可以看得到哦，一定要戴耳环哦。那说一下这个耳环啊，这个耳环呢是平衡扣，那因为现在不经常出门，也不是见很多人，所以我基本上是不换的。这个呢是平衡扣耳环，它是一个耳钩。好多朋友经常说呢，戴耳环呢这种钩的容易丢，那很简单啊，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方法，非常简单，就是用这么一个小胶粒儿，在后面扎进去，这样子啊，一个小胶粒儿，就可以了。睡觉也不用摘，什么时候都不用摘，洗澡的时候都不用摘。然后呢，这一款式呢又不是很累赘，又有很好的寓意，所以我很喜欢，每天都戴，除非有特殊的需要的场合，所以这个很方便啊，长短正好。那喜欢的请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谢谢。